落地玻璃渣，好正，好正。呢间就开放式两房，入嚟长形嘅厅，外连一个露台，望出去就鲤鱼门海峡，相当安静。客饭厅一个 L 型嘅厨房，呢、这个厨房就好正啦，同埋好大，有睡房啦，海景睡房，正啊，舒服啊，宁静啊。浴室算好奇嚟嘅，然后呢度。个窗争少少啫，但系都 OK 嘅。半隔窗呢度争少少，同埋落地玻璃咧，就一个好大对比嘅。落地玻璃真好正，好正。不过冇办法，似呢种比较偏静嘅海景两房卖晒。